出这最后第九局的情况，怎么评估？对，你怎么看这二十二球的整体来说的话？对啊，就刚开始的时候就是Senka就是都太低嘛，然后到后面就调整回来，就是差不多在打这个膝盖的位置。你有紧张吗？都没有。那再次站上那个投手球，大联盟的投手球，当下你在想什么？或者是说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？就是终于没有，就其实站在投手球上，你就是完全忘空嘛，然后就是要专心在比赛里面，然后把教练给你的工作尽量能做到最好的。你上场比赛啊，网络上都被你上场的新闻洗版，其实很多球迷一直在支持你，即使他们也不知道说等多久才能等到你今天这样上场比赛，什么话跟球迷说？就谢谢球迷那么的支持嘛，然后就是从第一场比赛等到现在，然后就是谢谢他们，就是能这样子一直期待我出场，对啊，然后谢谢。